哎，先装在池子里面。这个是南边的嘛？南边，南边。Okay.他现在几度？风也现在几度？好冷啊！他现在是中肉嘛？那我到底怎么？现在在池子里面哈，而且池子630.8，它现在应该有江面那边。
这样就行。那可以，现在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要让他确认这些量测完全不是电池反应。600多少？他说600。哎，过来过来，现在我们说。说他。大哥可以拿出来。我还在。可以请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啊。可以放的。OK， 可以先 OK， 这样就完成了。